西方一直在唱衰中国经济论嘛，对吧？中国经济已经到了顶点了，对吧？但是有的人说衰退了，对吧？见底了，对吧？但是这些东西是西方对中国的舆论战，而且经济认知战，它的目的就是说，当然不是整个西方，我要强调一下，对吧？而是西方的某一部分。但是你这些现在那么多人，无论是发展高层论坛要包容的，大家还是眼见为实嘛，来看看中国嘛，了解中国，包括美国本身双减，对吧？来了那么多人，